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？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他真的就是他吗？还有可能吗？这是命运的宽容，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？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，为何我还忘不了你？时间改变了我们，告别了单纯。如果这定义无法解释，这苦真算是永恒？惩罚我的认真，是我太过天真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？如果再见是为了再分，此去才算是永恒。一次性的记忆，为何还要再生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？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。我不然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想过爱一个人，居然那么残忍，才证明爱的深。难道我就这样过得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为你等从一开始半点千载，也同样我的不你是我爱着的人。谢谢。